这是本次的 AI 绘图挑战的成品。今天要尝试在最短的时间内生成一张符合特定形状的地图，且不能让 AI 自由发挥。本次挑战的灵感源自之前在 DC 群组上有粉丝询问是否可以在 Midjourney 上依照特定的地图形状重新生成风格不同的地图来。 Midjourney 本身自然是办不到，但是其他的平台呢？也许过程比你想的还要简单。一开始我先在 Photoshop 上勾勒出想要的地形来，这里颜色没那么重要，不过我习惯使用黑白色系，这样之后可以省去一些些的时间。将地图中的岛屿形状画好，并输出图片档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生图了。我在这里使用的是海翼 SeaArt， 其实只要是 SD 平台，并且支援 ControlNet， 无论是哪个平台都可以使用我这个方法。只是海翼是我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云端 SD 算图平台。选择条件生图，然后动漫稿件细化，将刚刚准备好的地图图档拖页过来。海翼一开始会随机推荐模型和 LoRa， 我会首先把 LoRa 清空，然后模型设定为 Rev Animated， 然后预处理的选项再勾选否，控制权重先设定为 1.4， 咏唱文本的话我就上 Prompt Hero 寻找适合的文本来用，将看中的文本复制贴上，然后就可以生成了。搞定，包括等候时间大约5分钟就可以完成所有作业了。当然这个效果不是说非常的完美，也谈不上专业，但是其实现在使用 Stable Diffusion 及 ControlNet 的门槛已经比几个月前低很多了。虽然还是不如 WebUI A1111 那样可以调整进阶的参数，不过对于大部分非技术专长的玩家来说，用像海翼这样的平台来操作 ControlNet 应该是最简单直觉的。今天的挑战就到这里，如果各位有什么其他的挑战想要发起的话，可以让我知道。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谢谢。